今年7月底，李小冉曾在某电视剧发布会上宣布已经怀孕的喜讯，并透露将在年底与燕坡完婚。然而，好事没过多久，有网友在医院看到前去做产检的李小冉，表情悲痛，像是刚刚哭过。李小苒不幸流产的传闻不胫而走。10月13日，有媒体通过微博爆料称，李小冉在出席某代言活动时被问流产一事，记者竟然遭到掌掴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随后，多家媒体记者向李小冉方询问流产一事，知情人指李小冉确实已经流产，正在家中休养。日前，记者在东四环附近见到了李小冉的身影。这也是李小冉被传流产后首次素颜现身，梳着利落的马尾辫，面色有点黄。出狱的李小冉上身穿了一件 T 恤，下身穿了一条相当厚的休闲裤、厚实的皮靴，边走边向后张望，一脸焦急的表情。李小冉步伐很大，脚步也很快，风风火火来到自己的越野座驾前，拉开驾驶座的门，上了车。随后，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姗姗来迟，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。李小冉驾车前往了不远处的一家餐厅。时间不长，李小冉和老人就走出了餐厅，老人手里还拎着打包的饭菜。李小冉行动利落，驾车娴熟，看来已经完全恢复了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